爱，呢一集咧轮到我嘅好爱啊，是这样的，就系、是、警棍终于有主题曲啦，冇错，咁就、其实都酝酿咗好耐，同埋筹备咗好耐噶啦，你知啦，因为、出心出力嘅全部都系即系志愿人士，咁所以咧就即系净系夹期啊，即系等候的所有的時間其實都 是成本來的，始終大家都拿自己的時間來做，至於什麼人參與、啊、誰作曲、啊、誰填詞、啊、有沒有人合唱、啊、和唱是誰樣，所有這些這的資料呢將會在接下來的一系列不同媒體裡面的訪問就一一向大家透露的，在這裡呢最主要呢是讓大家知道警棍已經有了它的主題曲了。好了，咁啊，至於喺邊度先可以先睹為快呢，嗱，當然咧就即係成為我哋即係黃喜電視台嘅一份子。啊，咁俾咗錢，咁啊，梗係有啲著數噶啦。嗱，而家咧即刻咧就登入呢個 www.wanghee.tv， 咁咧就喺即係加入嗰欄裏邊咧，你就可以揾到有兩個 category 嘅，一個咧就係月費100蚊嘅外事部，另外一個咧就係月費300蚊嘅公關部。嗱，只要你加入即係。外事部又好，或者是公关部又好，咁你就可以听清楚啊！你就可以喺听日10月1日啊，咁就可以咧，就系、是、全个地球，你哋系最快优先睇到嘅公众啊！即系你知啦，我哋即系当事人梗系睇过啦。咁但系作为公众嘅一份子咧，就成为我哋黄喜电视台嘅外事部或以上嘅级别嘅同事，即系公关部啦。因為係咯，新聞部就再相宜啲啊價錢啊，我望一望先啊，唔係我噏錯咧 ，Amy 小姐就會鬧死我啊！啊，聽錯先啦，冇錯。咁因為新聞部咧就係30蚊月費嘅啫，咁啊呢個係當第一級啦。咁啊第二級咧上到去外事部咧就100蚊月費，咁而公關部咧亦都係權限最高嘅，基本上成個黃喜電視台裏邊嘅所有文件，包括最機密嘅文件咧。公关部的同事都可以拔到的，咁啊，大家即系封建入人啦，你可以决定考虑即系加入黄喜电视台嘅边一个部门啊，咁啊，但系点都要入门都起码要系即系外事部噶啊，咁啊，成为咗你会员之后咧，听日10月1日中秋节咧就会喺我哋嘅即系黄喜电视台呢边咧就会首播啦。好啦，咁至于哎呀咁如果我真系唔想加入。你知啦，加入咗武當就會自然成為少林嘅天敵噶啦嘛。我唔想入門派住喎、哦。咁作為公眾人士，咁可唔可以即係睇到咧？咁樣當然可以噶。等4日啦。嗱，咁就你可以喺聽錯啫，係咪 ？Amy 小姐又鬧我啦。咁咧，如果你喺聽日啊，咁啊成為即係我哋嘅會員嘅話，你咁當然就可以即刻。看到啦，如果不是的话呢，你想一直保持住这个公众的一份子的这种即是冰清玉洁，不想加盟任何神秘组织、去获得这些即是优先的享受的话呢，没问题的，暂时可以考虑一下呢，就是等多四日，然后就在10月4日呢，你就可以在有一个公众都可以接触到的渠道里面呢，去看到警棍的主题曲。咁系咩渠道呢？你就要收听我喺苹果里面嘅4点钟王 Sir 啦，因为咧、星期日嗰晚嘅4点钟王 Sir 咧就会算系应该系喺即公众平台上面可以、免费收听到警棍主题曲噶吓。咁、但系如果你又觉得喂我牌面我系男噶，我唔可以俾屋企人睇到我睇苹果嘅4点钟王 Sir 噶，我会。引起家庭裏面的即不和啊，同埋即係我冇理由而家，因為想睇我係我嘅即係忠實暗地裏啊，係我的忠實影迷。哎呀，冇得睇添咁樣，唔緊要。如果你有呢方面嘅困難嘅話咧，我係表示理解同同情噶。你等多一日啦，因為咧喺10月5日啊，即係喺下個禮拜一，咁你就可以去到我嘅Facebook 專頁。你如果被人見到，就算被你嗰啲朋友見到，同色嗰啲朋友見到，啊、哦，你睇黃喜個 page， 你都可以解釋，即係有一個辯解，就係話，喂，我上去鬧佢嘅啫，啊，咁我唔上去睇，我點知佢有啲咩俾我鬧咧？咁樣，
咁作為一個合理辯解咧，你就可以上到我的 Facebook 專頁嗰度咧，就可以去即係收睇到即係警棍主題歌啦嘅 MV。咁而同時咧，亦都可以喺高登音樂台嘅公海裏面睇到嘅噃。咁當然啦，既然 Facebook 啊、高登音樂台嘅公海都可以睇到，咁冇理由商業電台同埋 D 1 8冇得睇噶嘛，係咪？咁到時咧，大家就可以喺呢啲免費公眾平台上面咧，就可以睇到警棍嘅主題歌啦，好冇？嗱，我再重複一次先啦，我已經有漏啊，如果唔係咧，就俾 Amy 小姐鬧噶。首先咧就係喺星期四，即係聽日10月1號中秋節之前啊，咁就成為我哋黃喜電視台 www.wonghi.tv 外事部或以上，即係去到公關部呢兩個級別，分別係月費100蚊同埋月費300蚊，我哋嘅會員，咁你就可以優先整個地球任何一個即係當到 Trump 都睇唔到啊！俾你知啊嘅警棍出嚟曲 ，OK。咁同樣，同時，哎呀，真係漏咗添。同時咧，高登音樂台嘅付款會員咧，都可以同黃喜電視台嘅外事部同公外事部同埋公關部同事一樣，可以係先過 Donald Trump 睇到嘅。OK， 嗱，咁所以大家記住咯噃嚇，高登音樂台嘅付款會員咧，都可以喺聽日10月1號啊就可以睇到警棍主題曲啦。然後想等多四日先至睇嘅朋友冇問題，呢、這個即係大家。有不同的處境噶嘛，我哋好體諒嘅。咁所以咧，10月4號星期日晚嘅蘋果動新聞，當晚咧就會有4點鐘王 Sir 出現嘅嘛，係咪？就會喺4點鐘王 Sir 嗰個節目完結嘅時候，大家就會睇到警棍主題曲啦。OK， 咁啊，如果唔方便去睇蘋果嘅朋友唔緊要，忍多一日，忍多一日，10月5號，咁就可以喺一啲公眾平台上面，包括是我的 Facebook 專頁啦，高登音樂台的公海啦，各大電台，即包括 CR 啊、商業電台啊、D100 啊，甚至乎蘋果的平台咧，都可以睇到我警棍嘅主題曲。咁啊，講到呢個，大家係咪好興奮呢？冇錯，係好興奮嘅。我就重複一次啦，咁啊，成為我哋黃喜電視台的收費會員，唔係同時咧，記住咧就月費100蚊或以上的月費300蚊啊，咁主要權限就唔一樣嘅，詳情咧就登入 www.wonghi.tv 啦 ，OK？ 咁啊喺呢一度，除咗即係公布咗呢個咁開心嘅消息之外咧，亦都借個機會祝大家中秋節人月兩圓啦！唔能夠物理上一家團聚嘅，起碼喺心靈上邊，大家都用大家最強而有力嘅發願之心。祈请所有无上的力量去安慰而家不在身边的所有亲友，希望他们都平安健康，希望他们都能够化险为夷，早日在物理上都可以跟所有亲友再团圆，快点团圆。好啦，在这里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啦，拜拜。